低声低声对着你胸来打。Thank you.
係嗰只雞腿，即係你話唔攞唔攞，仲攞多咗咁啊！開睇唔明嘅，要帶啲嘢過嚟。所以佢炒嗰陣咧，即係生意怎樣？係嗰個，即係你啊，加啲好麻，好麻，又加呢個，那你要加湯什麼？我要，我跟他說你，你加了，不然我不做牛肉了。留一个毒给我，我来讲。生意好不好？要加人手，把它越做越大点。因为他说有，我们这边是建一栋楼了。哦，那个摔土，他引入过来发展。靠近现在那个乌果在靠我那边很忙的。对，他们到这边，他们排队排的。对，而且现在他说已经那个不服输了，比较长那边比较长。Thank you.